很开心再一次有机会参与我们围棋界的大盛事。二十年前呢，海光棋院呢成立，这三项比赛呢都已经有一段历史。今日は皆さんこの席に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永远存着希望，然后继续努力下去。我们要拿到世界冠军，这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设计，站上走。董事长都很满意，替围棋做讲座，我们觉得是我们很大的荣幸，也希望所有的围棋的棋士能够勇敢地接受挑战，很煎熬。我会继续努力，希望台湾的围棋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去年对也是运气好拿到了这个冠军，今年再一次算是有比较放得开，就没有什么压力。感谢游戏公司常年一直赞助台湾的围棋，让台湾的年轻棋士有很好的机会跟训练的舞台。感谢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我，陪伴我的妈妈，未来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去年也是这样站在这里，去年今年的国际赛表现不是太好，我应该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争取明年能有更好的成绩。这次比赛拿到亚军，我有尽力了，但是也说明不管在棋上或是心态上，还有需要努力的空间。首先非常感谢海光棋院长期以来对女子围棋的支持和赞助，这次能够拿到冠军我觉得运气很好。这几年我觉得台湾多了许多的优秀的年轻女棋手，那希望我们女棋手在未来能够在世界赛上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